伫我生命内底上重要两个女性，就伫我身躯边啊。冲到遮，啊是泡好了的精烧，你着先放伫边啊，放互冷。啊，要饲之前哦，爱先滴伫个手，啊试看卖烧无？啊，若未烧了，通互饲。啊，无伊那是去会烫着。啊，现代人饲囡仔，哪敢较早以前拢无啥共款？啊，都只菜头是恁底的物件，做回来的人袂当食啦。啊，是谁讲的？啊，就阮妈讲的啊。伊讲，查某囡仔做回来哦，袂当食遮尔恁底，爱食较素的物件啦。啊，那今天刘主任都无说啦。规间囥到安尼臭毛毛，小英暗时是要画啥？你逐天拢家己伫遐咧生气，啊才叫阿六来问我，啊你哪有亲像是一家伙啊啦？我才无参详你咧，啊想着啥就讲啥，啊一点仔轻重就袂晓分。媳妇总是媳妇啦，我搁会当甲伊讲啥物咧？我想要转来去朋友啊。做媳妇的呀。跟做婆婆的要相处啊，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。啊，都我巴肚枵啊，连食一块小胖就袂用的哦。袂用你就是袂用你啦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阿忠啊，你回来拄好。我实在足歹命，我连食一块小胖哦，妈会让媳妇来甲我管啦。阿母有糖尿病，袂当食糖分遮尔高的物件。你有糖尿病？大嫂，无安尼啦，予阿母食半块，半块无要紧啦吼。好啦，爱食就去食，我袂管啊啦。恁看啦，恁看啦，阿姨安尼气噗噗，佫讲无要管我，我袂晓啦。当初你选择这个婚姻，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了。你的家哦，是规家伙安尼，不是干那各有惯性一个人。你自家哦，爱上清楚。你跟惯性相处的时间哦，不会比你跟你婆婆相处的时间长。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你还是要忍耐下去。大姨都无去经日子啊，出院是要经什么日子啊？也毋过出院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呢。阿嘉，啊你一条性命啊足无简单，才捡倒转来，咱当然嘛爱较慎重的，啊袂当讲安尼清清菜菜就才出院啊。啊若无，阿母会袂放心啦。好啦，大姨毋免经日子，出院就爱经日子啦。咱规气甲阿爸跋杯，阿爸阿哥好咱才来出院，阿爸阿哥唔好，咱就莫出院，一直住落去啦。人生有几个十年，第一十年我为兄弟，第二十年我为着囡仔，第三十年我嘛应该为着你啊。啊，咱拢已经活遮尼久啊，啊，第一这间厝内有啥人会比咱两个斗阵搁较久嘞？啊，查某囡仔大汉总是爱嫁，媳妇。才是永远留在伊身躯边啦。啊，就算讲阿母搁较戆，我嘛知影要疼惜你啊。阿母，阿金妈，哎呦，你跋倒啦！来来来，我扶你，我扶你，伊说你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目睭袂好啦，我袂啦。阿母，啊，只要有人关眼角膜给你，啊，你的目睭就会好起来啊。是啊。袂啦。我都已经这么老啊，我等不及了。阿母，若是会当摕将军这个身份，去换你目睭的健康，我愿意即马就换给你。你是不是想要退休啊？嗯。阿母即马已经75岁啊。人生是这么无常，会当陪在伊身躯边，好好友好伊的时间，过偌久？
卡说哦，我乃真正好运，啊有一天哦，予我的目睭搁看会着，我一定会活甲搁较有意义啦。